两边方面也太多鸡了，一起来 A 一下，哎呀，走！完美，这波。好稳的兄弟。有点不一点，第三局感觉换有点亏了，这。 坏，怎么会扛塔呢？完蛋，问题有点大，是吧？我这个血量没法跟他耗了呀，不行，我得集中生智。来来，我只能这样一单强行打一波，知道吧？不想强行打一波，完不了。 来一个，盖住！帅！叫什么？破局啊！本来变成死局了，我直接这一波一闪破局，靠那个啥，我炸了的本来。我集中生智直接一闪，还是比较灵性的。因为我这个一不一闪，我对不了线了。强行跟他换一波血。 高手就是可以很冷静的处理各种意外，知道吧？第一波看他就是我的意外，但是我这个直接处理，没问题。就一个小黄书嘛，没闪现很好弄的。 他真的很稳，他都不过距离啊！他都不过 Q 的距离啊，这人。哦。我觉得这个辛德拉是会玩的，他距离卡的太好了，这人。 可能是个小袋，沉到海底去吧。他喜欢往上面 Q。 我要干他了，没闪现，这一波别吃到我的鱼！好家伙，还真不吃啊！ 不占亏吧，反正我这个线是反推线，他不饿呀，晚上吃过来的，辛德拉进不来这个线，这把不好赢。
这把全是 AP， 好难打的。 开始做魔抗了，我们的阵容真的是一坨，IP太多了，我靠，我都看到后面的星星很难玩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 真的很弱，AD已经一打了。 抓过人吗，木木？抓过人吗，兄弟们 ？OK， 立功，木木。 这也能上牌子，兄弟们，还以为你能杀他呢。我第一天要做女妖吧，这个装备啊。别怕。只要六级我们就能打。 六级就算了。对啊。OK。 光子很弱，现在拿他没什么办法，太弱。怎么不刷呀？正当打野杀完人，这不是 F 6吗？很离谱。 九桶也不下来了，对对对，猜得过，可以，我觉得这盘还是可以赢。 我就办了，我这边靠一下，看到我，我看到我了，点火可以省一下，我觉得。
稳一点，我就是省电活的话，万一被他亏到血，有点危险。逆风咱们求稳，这一波能爽吃，这两波，这两波，弄准备 TP 随便抢。对面旧总为什么不辅助 AD 了呀？他们旧总开始乱跑了，不就吵架了吗？ 不然这么顺，这酒桶就下去了，走吧。走吧，诺叔又要开机宝干我了，待会不谈。这么多女妖。 我就希望诺手去别的路，我好猜他，我都11级了，他们战池魔抗应该做不出来了。诺手回来了，回来我应该他9级，我11级，应该能干他，回来，无所谓的。 我再带一波，我要把那边上塔给拔了。 看来我就起飞了，小鹿，最烦装逼的，辛德拉，在我面前装逼，地铁多大？怎样？你拿我有任何办法吗，黄子？ 一起来走一个反着跑，我激死你！我不仅要跑，我还要探你的塔。左位，拉开，左位，一起来走，左位，嘿嘿，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这个猜一下吧。 他把兵给断了，刚刚说。 丢一 Q 了，我操！我想站他这边中单嘛，一根塔也没有，没必要。死了，换掉了。 换掉他其实也可以，单挑不应该。哎呀！
原来这样，天坑团吧，各位，这个上塔我在看时机，不能再去抄，因为这个塔是两只的，我操，对面守塔意识确实强烈。 干嘛那么说？完了！哇 ，CD 差一点，我还是买帽子吧，怎么？我觉得如果买反弹帽没伤害我。送塔。 不买法坦吗？第四点再出吧。反正龙拿到吧，是的。这个有点肉，不敢继续，肉了。想看戏法吗？ 别的探头灯呀！就和游泳一样。他这个腹肌躲风还要买深渊的，好像。我绕后去了，对面不行，我就绕后。那个两个。 我觉得守不住哎，兄弟，你这大过去没有意义啊，顶人呐！妈呀！开沙漏，来来来，卖炸！ 我操，真打不动吗，哥们？我尽力了，这伤害。坏，太弱了。我们就一个 AD 是吧？ 我其实不好打，因为这边魔抗错起来我秒不掉人了。好人就好，先出帽子吧，不急。目前的问题就是打不动，真的，也就没什么问题，真打不动。 鱼叉都抽冒烟了，我靠！主要石头人的出量有问题，他出 AP 我们压力很大的，他不如出护甲，知道吧？出纯肉，他这个 AP 副作用，出纯肉他。
闪现，来，动手跟我作对啊！哦，能杀不？不行，漂亮 ，OK。 这诺手真该死呀！我操，1000块，蓝了，这也打不过。品尝最后一口呼吸。 不懂开枪路了，给了吧。 这个龙给了，这个龙。太过去了。啥？你也别想走了我。 单个手，他们两个女的现在150个吗？换他一波。不是你为什么装啊，哥们！我操，这诺手装的什么样，兄弟们？结束。 我说结束！我操！我得克他一下，他越到高地上来拉我啊！把对面红，这波反不了对面。应该有红的，我觉得。 他们发身上没 buff， 有点法杖就好，有点魔法，肯定翻盘了。因为这一波也是我的枪的期，我这一波有这个枪的期。算了吧，我俩杀诺图，没有瞎，但杀不了现在。 这个法杖目前打得动，应该是稍微打得动一点，因为他们魔法就一件或者两件。这两个女妖有点麻烦。啥？哎，这个把线处理了。 兄弟，你不能不在呀，没有物理伤害，你不回来守不了。后面女妖，先杀一个。 你知道他在哪里？折半极限，没看到吧？好像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D 不在电 A 打赢了，我靠！这把输出的很费劲啊，就是因为魔抗太多了，做不到那种秒人的感觉，秒不了。不过硬要说秒，只能秒个秋桶。开沙漏，坏，轰动了，不该抓酒桶的。不该抓酒桶的，我操！我觉得木木有机会。可以打，真的，他们没什么技能。哎，喂，不是高地给了吗？估计这个伤害也不够，他一个人吗？怎么？龙没了。我想让木木去抢个大龙，这个大龙现在比较黑一点，我就一枪啊。动作跟个风骨一样，换装备，这没什么好换的，真的。最后一件没有什么好处的，银焰没有用，银焰，不要吧。这巫妖作用也不大，跑起来了。没双了。这波直接继续团啊，都是没双刀的，来了我一整把。辛德拉也跟我说对了，你也能跟我叫板了，辛德拉。漫天飞雨，趁势，高地。
王子国了呀！哎呦，陆川死了！跳了跳了跳！跳了跳！突破怪力怎么赢啊？是吧？哎。来，就拉着你们，怎么了？带走！这番作对，结束了。嗯，不容易，我觉得。把防弹鞋，我得把 CD 扣了，来个防弹鞋。太弱了，这皇子。就跟他兵线跟他拉扯，这时候应该打不过他俩。周通在搞笑，哈哈。Q 拉开，两个大招全没，你俩急不急？我急完，我的血量无所谓的。拿下！我觉得这把我伤害应该是最高的，虽然说 AD 也很合理，我这个全是挡到这个肉上面的。